好，大家好，今天还是一样来做一下这对喇叭的测试。那单体的部分依旧是威尔森的中高音，然后低音的部分是 Dano Audio 的。那分音器的结构也是差不多像这个样子。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它播放的部分。播放的部分依旧是 Jadis 的 DA60 的这台中控。那讯源的部分我们就改成这个蓝牙的播放机，然后前面有做了一个小小的改变，那做了一个阻抗匹配的放大电路，那我们就直接透过讯号直接到中控来，那中控就直接送喇叭。好，那我们开始吧。Thank you.